你知道之前有一个 Twitch 的实况主被 ban，然后跑去图奇，跑去那个 YouTube 的实况，然后实况就掉超级多了。那台湾的实况的收看的那个，怎么讲，就是那个都不是那个实况主粉丝，是平台的粉丝干。蛮奇，就是他换平台就没有再看，就他只会在那个平台那边乱转这样，对啊对啊，很奇怪，没有什么道理。一对三真的太吃力了。而且之前那个火焰还一下把我烧死，真的是够够智障。看我从刚才玩到现在，这都是那个风明正大打法。他们都三对一，我只能野对他们 baby。太虐。召唤大蛇，我想说这一只的那个强化是什么？原来是召唤大蛇，通灵之术，火影忍者来的，我知道，每个火影忍者都会，不是的。妈的，换装蛮屌虐。